在新疆众多令人垂涎的美食中，抓饭很难称得上是最美味的，但是每个去过新疆的人都会在心中给抓饭留下一个位置。伊犁位于北疆西部，天山脚下，被誉为人间天堂。这里是新疆美丽景色的缩影。抓饭是这里一抹浓郁热情的新疆味道。多种食材烹饪而成的抓饭，源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土，创造了舌尖上的旅行，味蕾的风景。普通的配料却保留了极致的西域味道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抓饭是习惯，是坚持，是生活的味道。新疆的大米生长周期长，光照更充沛，因此当地大米颗粒饱满，晶莹剔透，口感更加丰腴油润。抓饭的配料也是十分讲究的，羊肉要鲜嫩，新疆特有黄色胡萝卜不可或缺，在羊肉油脂的帮助下，胡萝卜素在肠道中更好的溶解。在消化酶的作用下，转变成人体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。上好的原料与食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汇聚成了营养丰富的抓饭，成为了新疆人最喜欢的佳肴。游走新疆，探访伊犁，品尝地道的抓饭，美景美味将是你最难忘的回忆。